觉得很感动哦，就是鼓励多一点人做善事，值得敬佩哦，值得我们学习哦。其实瓷器真是我是需要瓷器，不是瓷器需要我。我进了瓷器真的是，一来我很多东西要做。我觉得哦，我们年纪大了了，再不做话还要等什么？等难道在家里就等着时间过这样子解闷呐？这样有的做也好。第一次木的时候是应该从我从家里的人，那么就从我的朋友，就找那些老朋友。老朋友讲很好啊，我就每个月可以见面呐、啊。我又变我忙得要命，不可以找你，你又没有来找我，这样很好。所以他们就这样做，这样开始，有些人做五块，有些人做十块，这样去访视的时候看到那些苦难的人，所以就告诉他们说，比如我们能够做个手心向下人很好了。他讲什么叫做手心向下？我说就是可以帮人啊，好像你们做裁缝人真的没有时间，就是三块五块啊，聚在一起啊。所以就可以帮助需要的人。哦，这样啊，这样我可以。不过我跟你讲哦，我是不可以去帮你的，因为我忙着做生意嘛。没问题，你出钱我出力啦。就是这样跟他们这样讲，我看每个就很欢喜这样子咯。是啊，都无所谓的。对对对。你可以帮助几百个人哦，这种家都在一起，这种最多是吃一碗面。对，所以有些人这样想的嘛，就是啊，我们的食物就是要我们说大家，哎、你就说少吃这碗东西，你可以帮助这样多的。600多啊，我660多好像啊，都是裁缝的啦，也有些卖那些假首饰的，也有些是啊跟人家做工的，跟人家洗衣服的，有些在银行做工的，有些是在旅店做工的。有一些是教钢琴的，还有一些是、家庭主妇，他也是一家人做的，真是。还有那些兽医的也有，什么的也有啊。有些讲，哎，我不能够做了啦。我讲，你减少了啊，你减少，没有人认识你的，只有我认识你罢了，你就减少啊，善的根不要断。哦，减少了之后，他们过后，哎。减少了之后，他们生活好之后，他又加回去。我们能再做好事，我们也希望我们身边人能够做好事嘛。因为他们有些人不知道，以为说我要赚钱，我要赚钱，我要赚钱，他不懂得看到旁边那些苦难的人啊，他们没有去想。啊，尤其我们这样小小辛苦的人出来了，生活好就忘记了嘛。所以我们再给他知道一下子，我们现在生活好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帮一下人家？哦，只要我们出一点钱，一人一点，一人一点，可以帮到很多人。这样他们就会很欢喜的做，就要怎样让人家欢喜的做。